Hello，大家好，我是饼干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韩服第一季的这个通行证啊，奖励预览影片啊。那么这一季的通行证的代号呢，叫 Dust Ranger 啊。我个人的翻译是尘埃游侠啊。那么这一期的奖励呢，啊，一个是这个 Mia Lopez 的这个步枪手的女角色的这个复刻版吧哈。然后呢，外观看起来是比较的漂亮啊，很漂亮的。女步枪啊，那么属性的话跟正常的 Mia Lopez 这正常一样的，3%的幸运加成，50%的经验加成，20%的 EB 加成，然后 AP 护甲值增加，然后呢加5%的这个移动速度啊，然后呢主武器是这把 Resolute 300啊，那么这一把的话呢是一个 Premium 版本啊，因为它击杀的话显示是蓝色的，那么这把的话可以搭配这个。膛线啊，脉冲和射神啊，当然我个人的爱好呢，我是不带任何枪管，因为你带攻击它要减连射啊，你用脉冲管它会减射程，然后呢你用射程它又减攻击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呢可以增加这个瞄准镜啊，这个瞄准镜呢作用不是很大啊，就是一个辅助射击的这个瞄准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扳机的话就是加2发子弹，然后其他的数值呢47.5攻、45穿甲、70.2射程啊，那么加上这个扳机的话30发啊。然后呢，副武器的这一季通行证呢是这个 MK23 啊，它跟格洛克的话其实是比格洛克稍微强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它有一个切枪的动作啊。然后呢，其他的话呢就是一个防毒面具啊，跟这个其实其他面具都是一样的啊，只是一个外观啊，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EMP 手雷啊，也是一个复刻版啊，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差别啊，跟普通的 EMP。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啊，外观的话是非常的炫酷，这个瞄准镜呢跟 SMG45 啊，对吧，是一样的，这个瞄准的这种瞄准镜。这一把非常的稳啊，因为它的这个后坐力的话是90.8。哦，对了，我还忘给大家说，这个特效的话是五个特效啊，这把 Resolute 300。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枪的这个后坐力啊，90.8啊，就是非常的稳啊。啊，这是点放啊，点放的时候的这个后坐力啊，非常的稳啊，非常的稳。给大家看一下右键啊。然后这是手枪。这个是这个 EMP，这个 EMP 的话，这个效果啊是这个土黄色的这种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没有之前的那么耀眼了。然后其他的话呢，这个通行证的话，现在做的跟跟国际服一样啊，玩过国际服的这个观众啊知道这个通行证的话，国服的这个国际服的话，它是这样这种样子啊，就是说上面这一层是属于免费的啊，下面这一个是要刻一个你自己需要氪金，然后拿下面的这些东西。然后一共呢是99阶啊，我已经刻完了。然后到后面也是一样啊，打做任务这些可以领这个箱子啊。那么关于其这一期的这个第一韩服第一季的这个战地通行证的预览影片就给大家说到这里，最后呢，感谢大家收看，我是饼干，我们下次再见，拜拜。Go, go, go! Good job!
Stop. Иду. Подкрепление! Подкрепление! Понял. Понял. Бросаю гранату. Меняю магазин. Как держать? Извини. Бросаю гранату. Поберегись. Подкрепление. Подкрепление. Уже иду. Понял.
Иду. Обнаружена взрывчатка. А. 장난감 만들어 볼까? 예. 예. понял. О-хо-хо-хо. Обнаружена бомба. Лаки, лаки. Why масокто? Why масокто? 아, 저한테 뭐라 하지 말아요. 잡겠다.